开心不？好啊，很开心的大家齐聚一堂哈。好，今天惠比奇迹汇集语书画展开幕式暨王羲之试体签字文徐汇机灵书证书仪式。好，那等一下呢，今天来宾，我们今天都有拿到这本签字文，对不对？哈，对。这本签字文呢，是徐老师在前三年疫情的期间，大家都没在出门对不？嘿，安拢在做啥呢？回想一下哈，然后呢，老师这几年呢，在美国呢，他就呢很努力的拿起了王羲之的试体签字文，拿来临书哈。那老师的这个原稿手稿哈，我们有展示在外面的玻璃柜里面哈。啊，我觉得徐汇机老师呢，真的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典范哈。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就先邀请我们的徐汇机老师。首先呢，邀请我们林远高中黄碧慧黄校长。校长请留步，那我们现在邀请我们的林园国小洪崇奇洪校长。好，谢谢洪校长，谢谢洪校长，还有我们支持员董事长谢茂景先生，还有弟弟会和你，谢谢徐老师，谢谢徐老师，谢谢。就读于林园国小、林园高中、屏东女中以及台湾师范大学体育系。体育系毕业之后呢，在民传女子商专任教，然后认识了他的先生 Gaki Vigo。所以老师呢是阮林鹏吼第一个读大学的中医呐，嘛是林鹏第一个 Gaki Vigo 人开的中医呐。老师呢，嫁到美国之后呢，勤奋向学，以体育功能都可以了，智商硕士跟体育硕士。那后来呢，也在美国俄亥俄州呢担任中国语文教师。担任中国语文教师的时候，努力发扬中华文化。以下呢，教底下教华人跳安台湾的舞蹈，哈、哦，教安跟底下教我们的中华的文化，哈、哦。那后来呢，女老师呢在那边喜欢归纳北方，啊，不过吼，伊嘛做怕别呢，我去个家己开自助洗衣店，我个家己呢经营汽车旅馆。那在经营汽车旅馆的时候呢，老师呢理财有成哈，理财有成哈，所以呢累积一点财富。可是呢，老师累积财富回到家乡，他也努力回馈家乡。所以呢，他老师呢在这边呢107里美院的时候，我读书本他总结了狗狗给哈，这个只有狗狗给好，囡仔真正有够爱哦，常常看到囡仔来就是安尼懵懵懵的吼，啊笨笨的，咱大概安尼哦，在礼拜图书馆哈，捐赠我们合家读书区景观作品。109年3月，在捐赠林园区公所的共享鱼样景观艺术作品，同时那年刚好是老师的80岁大寿，他也出版了《昂扬体力徐汇机传记》，同时。他的爸爸林邦邦先生也是我们林园重要的一位人物哈，他是温迪鹏雄五名金锥阳哈诶主持哈，然后在一生在清水岩清水寺也奉献了好几十年，所以林园清水岩的清水寺能够有今天宏观的一个景观哦，其实呢徐家呢是协助有成的哈。好，那在105年的时候，我们老师曾经当选林园高中的杰出校友。这一年呢，在那一年，老师也回馈50万的奖助学金与学校。那在110，哎，刚好在去年而已，也当选我们林园国小杰出校友，同时呢，也捐赠100万元的奖助学金与学校。我想，老师也俭，盖也矮，哦，都是呢。值得我们把它宣扬。那其实我觉得老师的善行呢，他也是期待有更多哈，哎，有五级出级，五大出大，好，让我们林园家乡更美好哈。好，那我们现在呢，首先呢，我们就要邀请我们的小眼睛阿姨来，我们要跟着她一起来，老师听我们说，谢谢你，小眼睛阿姨好。好，来。
爱你真纯，听我说谢谢你，没有你温暖的世界。谢谢你，没有你世界都没你。我要谢谢你，没有你爱藏在心底。谢谢你，没有你把幸福传递。徐老师教我们宁愿传递幸福，传递爱。小眼睛阿姨，也谢谢徐老师。那更祈愿我们大家呢，一起把这份幸福，把这份爱传递下去。徐老师的一生非常精彩哦。那我们呢，也准备了一个徐老师的小小的生命故事影片哈。那我们现在呢，就接着呢，播放哈。最重要的朋友是康康民国，他生了两个可爱的小 baby， 辛苦的育儿生活，是仍然继续念书。康民国带着学生四处表演，然后他那时候有一年的暑假，他也到大陆去，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呢学习书法跟书法绘画，就是他自己汽车旅馆的时候，他也到南极去玩哦。上个月在我们这边开了讲座，南极文，北极当然也要去哦。下面这位是他的好朋友，91岁，来，老师，今年多辛苦，27个小时回乡，从美国从东部到西部。今天大家手上能够拿的这一本实体签字文，就是我们老师这次在这疫情3年以来，他在美国努力的写书法，要送给大家的一份礼物。橘子园董事长谢茂景谢先生，老师好，是你双位主持人哈，我二哥哈，也是你双位主持人杨金哈。来，接下来这边是我们林园诗社前社长哈，也是我们福安药局的创办人哈，林本源林先生。林先生跟徐老师是国小的好同学哦，给他等别来哦哈。好，林园国小洪中琴洪校长，谢谢校长。林园国小家长会会长，哦对，来，接下来是林园国小的副会长，对不对？哦，家长会副会长哈，谢嘉玲谢先生。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哈，阿光马可以几万幸福哈。好，老师您的，我们徐老师的经济，我等一下请徐老师介绍好了哈。好，接下来由我们林园国小王宫国小志工队的代表，好，还有我们的护士妈妈，还有我们洪国雄先生，还有我们的那个中云国小校长陈永福陈校长，师母来师母们哈。好，还有我们那个在地的文史工作总周火胜周大哥，周大哥在旁边的呀哈，常常就是帮我们记录哈林园很多美景哈。还有我们社区大学的油画老师吴云美老师，还有我们油画班的同学们哈，拍拍周威省哈。好，还有我们王宫国小家长会我们会长。好，那您张天好张会长，那您该是钱会长。钱会长，还有也是我们在地知名的油全省知名的油画家陈定远陈先生。好，那还有的罗老师，罗老师他的夫人哈，那个罗老师，他在地呢还有很多。我们徐慧基老师的好朋友。那我们现在呢，我再补介绍一下哈，我们还有一位宋永泰老师哈，我们的社道绿水母哈，把我们的林园的道绿水母推向世界的宋永泰老师哈。那还有一位呢，也是我们徐慧基老师的摄影老师严明邦严老师，严老师也前阵子刚在文化中心哈看过摄影展哈。因为他从头到尾一手包办，从文宣，从到布置，到所有一切的一切，
我就是只有在家里面等着他告诉我说我自己就做了这个就做了那个就做了那个，所以我说没有李主任今天实在是不可能，所以我衷心的感谢，非常的感谢。然后呢，我感谢，特别特别感谢，就是说我的同学啊，从美国特别回来这里，他老家在苗栗，他从苗栗昨天呢坐高铁到高雄住一个晚上，今天特别来参加我这个仪式，他的名字叫张良之，是我大学的同学，非常感谢。他的舞蹈比我还好，我都是在后面的，我刚刚进去的时候什么都不懂，那个在教基本步伐的时候，人家在进我在退，人家在退我在进，老师会缠着的教。可是呢 三年以后，没想到我竟然比他们都好。我们现在大学里面同学本来是邀请，希望说可以开个60周年的那个同学会，可是已经不可能，所以今天他能来，我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高兴，也非常非常的感谢，谢谢梁志。其他的呢，我想我们的乡亲我就不需要一一的介绍，因为你们都是我的贵宾，一个一个我介绍你，你这个人是谁，你不会记得，我也走到这里以后，出去以后就不会记得，所以我就说，所有在座的都是我的贵宾，都非常非常的感谢，非常感谢，帮我唱歌，帮我，所有一切，还有这个特别来宾也是要感谢，陈站长，特别今天。特别来为我录这个作为纪念，所以我很感谢他，他也是从高雄赶过来的，谢谢。其实啊，我是不是应该一个一个介绍？因为刚刚已经都介绍过了，不是吗？那就这样子了。本来都不太重新那个 repeat， 就是说重复我的笑话。12月回来的时候去参加我中学的校庆，在那边当我们校庆典礼完了以后呢，就在那边有一个节目，服装表演的节目，我就去参加服装表演的节目，当时那个服装表演的节目他弄得非常的好，而且学生也准备了很多东西来请我们吃，也有咖啡，他走到我前面的时候就拿着那些东西问我说，你要哪一种，你要喝咖啡吗，他没有等我讲话就走掉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头在动。因为我头一直动，他以为我不要，他以为我不要，其实我说我要啊，我这个我也要，咖啡我也要。后来他才给我那些吃的东西，再给我咖啡。很抱歉，我最近不太喜欢在公共场合讲话，而且在每一次的公共场合，我都坐在最旁边，因为坐在没有人注意我的地方，就不会有人请我讲话。因为我不喜欢在公共场合里面摇头，以为你讲的我都不同意，其实不是。其实不是，是因为我的毛病，这是我的毛病。可是呢，这个头这样子，我弟弟说我神经线搞不完。那我身体老实讲很健康，到现在那一天我在王公国小的时候，给他们请我去演讲，我说到现在我下个礼拜我84岁，满84岁哦，不是台湾岁的，生出来一岁，过年一岁。再过生日又一岁，一共就3岁。我不是这样，我是下个礼拜我是足足的84岁，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吃过补药，我没有吃过任何药品，我也很顽固，我不去身体检查，这是最奇怪的。因为啊，我有这个很奇怪的观念，
我身体好好的，我去看医生，他不是跟你讲你有这个毛病就是有那个毛病，结果你回来以后，你心里面你就会觉得，哎呀，我有这个毛病，我应该吃这个药，应该吃那个药。我从来不去看医生，除非我真正的需要有一点感冒了，我才去看医生。84岁将到，我没有去身体检查过。可是呢，运动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从小就运动，小学的时候我参加田径赛，中学的时候呢变成乒乓球队队员，高中的时候变成篮球队队员，屏东市的篮球队队员被选上了，反正他们看我个子高高的嘛，比别人都高，所以就选上我当屏东队篮球队员。到大学去以后呢，变成打排球，我变成排球队的队员。然后呢，做事以后我今天毕业，我明天就被名传山庄，请去当老师。这不是我自己要夸奖我自己，都是李主任做的。我说我都没有参与这些事情呢，所以一手包办，一手包办。这时候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不只是感谢林主任，感谢帮忙照相，感谢所有这些准备这节目的。最重要的，我要感谢你们所有的人，没有你们呢，今天这个开幕典礼没有意义，只是四面都是墙壁，没有什么意义。有你们来了，这个展览这个仪式才有意义，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感谢你们，有你们来真好。今天的展呢，其实啊，讲起来我是很惭愧，我这些我是不敢展的，因为我3年没回来，这些回去的时候我还提笔写字，还很认真学习。然后我因为在美国一个人住嘛，我两个儿子都离我很远。我大儿子，后来过了一年以后，他问我要不要来跟他们一起住。那我心里面想一想也好，因为我一个人住，的确是很有一点太孤单了。所以原来有一点，这些都是我刚刚回去的时候还很认真的在练习。结果到我大儿子那边去以后呢，他们的那个社区里面有很多活动，有像下棋啦，什么打麻将啊，什么 bridge 什么东西都有，也有打乒乓球的。那我就好高兴啊，乒乓球我初中的时候我是学校代表啊，所以我就开始，那个时候我开始才打乒乓球，是初中以后到我到儿子那边去读书才开始打乒乓球。结果就参加社区里面的乒乓球，参加县里面的乒乓球，都得第一名哦。然后又参加全国的，是我一生里面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乒乓球比赛，因为没有技术上来讲实在是不行，所以去参加全国性的乒乓球比赛，我是没有得名。不过呢，我是他今年没有，明年还有，我下定决心，明年我要得冠军。吴老师在美国一定得冠军，今年等下再特别拜书哦。可能我讲太久了，不好意思，他给我5分钟，我可能已经超过，没关系，老师已经超过5分钟。再说，今天你们来看的展呢，是我匆匆忙忙，这些写字是2年前写的，这些画呢，你看画颜色不够，因为我儿子那边，我在疫情回去以前呢，我把我所有的色彩，把我的那个盘子，就是画画的用具，我都留下来，我都留在图书馆，所以我什么都没带回去。等到我决定要回来台湾的时候，李主任问我说，那你这一次回来要展什么？我说我要展什么？我实在不晓得我要展什么。后来我想说，就我看吧，到时候再看吧。那我想一想，我是有写这些东西，有写这些字，可能可以用得上。然后呢，我就
到超市里面买那种小孩子的彩色、啊、小孩子的水彩、啊、随便买个笔。所以呢，你们看到的这些画跟我以前的画有一点不一样，颜色非常的淡，是因为我没有颜色，勉强的用小孩子的颜色画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今天，你们今天来看画，最主要的不要看画，看在画背后的，画背后的我的坚持，我的毅力，这是今天的我展的最主要的目的。所以卖看画，看画后面。所以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衷心的感谢给我这个机会，再回到我可爱的故乡。谢谢。谢谢你，谢谢你。所以压力也是助力。好，真的哈、哦，非常感谢老师哈、哦，今年回来呢，还让我们有一个真啊，那将来要澎湃的一个店哈、哦，你看有书法。有画画，真正这五贵无贵的人做会到的啦吼，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呢，一定要特别为老师呢介绍吼，我们林本源林先生林社长老师，感谢你过来，你安尼林园诗社的前社长吼，真的不简单。我不善言辞啊，对不起哈、啊，但是各位今天来，我觉得大家哦，有些是似曾相识。有些是很久的老朋友，所以今天大家来，大家跟这个同样跟几位居老师跟我们一起，大家同乐，而这个教室里面，好像那个生辉的很光彩，啊，祝福今天的画展成功，各位身体健康。新年快乐，谢谢。接下来我们邀请我们林园国小洪宗吉洪校长致辞。我们馆长文娟主任，然后那个徐老师喜欢好好杰出校友了哈，然后二哥喜欢好好的荣誉会长，然后我们学校的会长，然后目前张会长、陈会长，还有加码再盖着我的家丁了哈。还有各位贵宾，大家午安，大家好。好。前几天啊，拜仪的时阵，阮拄啊伫学校办一个奖助学金的捐赠典礼。啊，你的发现徐老师吼，伊咧讲讲话的时阵，伊拢甲大家说多些，足感谢所有的人。其实感谢的是阮啦吼，所以我爱甲徐老师感谢。伊予阮一个足好个榜样，伊咧甲囡仔讲话吼，囡仔拢记足牢个。伊校庆个时阵，我有叫伊来甲囡仔讲话啊吼。等伊了，我就甲囡仔客气，我讲拄啊，迄徐老师咱杰出校友，甲恁讲啥？啊，伊就讲一个故事了吼。伊迄阵演讲比赛，然后开始代表班上去比赛，还无得名。啊，尾仔毋知影着第五名、第七名，啊，尾仔着着第一名。迄囡仔拢记牢牢。啊，阮伫校咧教册，足需要典范，很需要一个学习的典范，互所有个囡仔做表率。所以透过文娟馆长的介绍啊，我足荣幸会当认识徐老师，嘛足好个缘分啊。伊还袂转来之前，我着是佮伊脸书的网友啊，然后我着看徐老师有足济。混用生活摄影的各方面的分享，是一个乐于分享的人、欸啊、回来之后很开心，就是疫情结束和徐老师也当等等来了，我可以当接触的比脸书上面学习更多的，就是身体力行的学习、啊、还有对一个长者的学习，他也不是说叫人用车给载伊嘛是骑一台脚踏车，是临门街啊，安尼坐来坐去。我甲伊讲，徐老师，哎，我派人去甲你载，讲唔免啊，我骑脚踏车就好啊。哦，所以各方面都是表率。插几句话，老师今天有个洪校长，几句话就好。我们林园国小有洪校长，的确是非常非常幸福的。
这家长会也在有，也在顶头。当我进去跟他谈，我在寻找我这位同学刘玉玲的时候，因为伊家讲即马即个，我卖叫即个 repeat， 一路重复即个故事了。因为伊的迄个情形即马是真少了，所以我讲啊无会当替好好创啥，想起来讲啊无做一个助奖学金那样吼，啊伊的心。伊的迄个办事的态度，真正是令我钦佩。真的是林园国小有这样的校长，是非常的有幸的。所以，20天里面，整整只有20天哦。对我还没谈，甲办前天办迄个仪式了，真是太好了。我没有想，无想到讲会用到现在好。哦，各大报纸啦，还有整个程序做得非常非常好。二十日前后，只是从谈到做，真的是很了不起。我要感谢的是我，不是你。谢谢。林园国小的家长不只是林园国小的家长，林园的乡亲呢，有机会的话，尽量把他留下来。的确，办事能力是一级棒。一级棒，徐老师，一级棒啊！好，那我们今天的开幕式呢，先到这边。那今天呢，其实呢，老师每次冬天回来哦，大家知道哈，伊的生日就是后礼拜一哦，1月16号哈。那原来我们的开幕式要在1月16号的哈，那因为老师呢，伊呢后礼拜要去日本京都哈，所以我们提前于今天啦哈。那我们呢，等一下哦，我们要邀请大家拍一个大合照。那大合照结束之后，千万不要离开哈！我们有准备，老师有特别准备一个大蛋糕哦，一起来跟老师呢祝贺一下生日快乐。那今天呢，老师呢的生日还有一个主角，也是跟老师同一天哦，就是呢我们徐老师的摄影老师袁明邦袁老师哈，也是今天晚上呢在这里帮他们庆生哈。我文娟现在呢，有请大家呢就先起立，阿弯桥姐要一样哈，我们拍一下大合照哈。大合照结束之后呢，我们等一下就马上来切蛋糕吃下午茶喽。好，来老师，阿弯桥姐来，那个陈校长来，阿弯社长来，小舅来，你也整上图吧。学呢，同学别那张小瓜哈。好，大家一起讲好不好？一二三，开始。徐慧基老师爱乡爱土，赞！徐慧基老师爱乡爱土，赞赞赞！好，这样子比较顺了哈。好，一二三，开始。徐慧基老师爱乡爱土，赞赞赞！显示说我们画的多好，或者是写的多好，最主要呢，就是有机会让大家知道，我虽然年纪很大了，可是只要有恒心、有毅力的话，照样都还可以学习。不管是动的、静的，都还是可以一样可以学习。就是说，年纪大了，就一定要坐在电视前面看电视。什么都可以学，什么都可以做。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好，来。要许愿吗？要许愿，老师要许愿。希望我可活100岁。希望大家都活100岁，不是只有我。OK, OK.